吐き捨てても変われない自分がいる。顔を上げて踏み出すしかないんだと分かってるけど、ごまかせないのは悔しさの涙。邪魔させないから俺たちの明日、強く強く高く飛べるはずさ。最大に地面蹴り上げて、ずっと追いかけて追いかけて、ひたすらにこの夢を。大げさな地図はいらない、駆け出して駆け出して、まっすぐに道なき道を。がむしゃら在我眼前，我和你流着汗水，喝着
汽水在操场边，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。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，为什么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不是同一边？友情曾像诺亚方舟坚持誓言，只是我望着海面但就永远模糊了视线。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，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？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，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，和你再干一杯。买了手表，买了单眼，却发现追不到的、进不了的还是那些。人生却只有认命，只能宿命，只好宿醉，只剩下高的小点，低的苦点，却没成熟点。成熟就是幻想画面一场磨练，为什么只有梦想越磨越小，小的不见？有时候好想流泪，好想流泪，却没眼泪。期待会你会不会，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？他在等你，你在等我，我在等谁？有时是孩子没睡，电话没接，心情没准备。天空不能黑了。光阴沧海桑田，远走高飞，再没力气追。会不会有一天，时间真的能倒退，退回你的、我的、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？也许会有一天，世界真的有终点，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。牵绊的线才能神采飞扬、哦哦、
一路上许多相同渴望，生命不该是挣扎，是时光与成长默契激荡梦想。原来我不孤单，我飞得理直气壮，我唱得比谁都爽，征服逆风的阻挡，用我青春的翅膀，我飞得理直气壮，比谁都要倔强，颠覆世界眼光，义无反顾的闯，彩色天空是我唯一的方向。是于建安老师，恭喜你们毕业喽！啊，祝福你们在未来无论是课业上、求职上都能够精益求精，
在球场上的表现能为个人和国家争取最大的荣誉，让台湾以你们为荣，加油！郑龙你好，我是刘老师。老师知道你很会打球，很棒哦。可是啊，读书还是要用功一点啊，多用一点心在读书上面，这样会对你的打球会更有帮助的。加油，拜拜。Hello， 云逸好，别忘了我是你三四年级的老师陈乌卷。临毕业前夕，那看你在几场比赛当中都能够发光发热，非常的恭喜。那胡适先生曾经说过，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，所以你想要有收获就要努力耕耘，只要肯努力，汗水一定不会白流。那希望你国中的时候也是能够秉持着这样，然后努力耕耘就会有好的收获。那我们曾经有一句话说，行百里者半九十，就是越接近终点一定是越困难，这个时候你越要坚持才会成功。祝福你在国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鹏程万里，谢谢，拜拜。浩恩、陈哲，我是王佩珍老师，恭喜你们要毕业了，即将迈入另一个里程。在这里和你们分享超马选手陈彦博的小故事。他在参加喜马拉雅山超马赛时，看见一位来自墨西哥的选手因为高山症发作而倒地，便当下决定留下来照顾他。虽然最后陈彦博只得到了第四名，但因他高贵的情操获得了大会颁发的特别奖。超越别人不容易，但超越自己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，加油！王老师以此与你们共勉。嗨，我是刘老师，首先要恭喜你们小学毕业了。小学毕业才是人生的起点，在未来的道路上要努力不懈，人生未必都能球球好球，但是经过磨练的强打者随时都能有挥棒的准备。愿你们将来都可以打出属于自己人生的全垒打，老师在这边祝福你们。